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就几分钟没看，这咋这么多人了呢？这咋的了？你看看，防护人员进屋了，这也有问题呀！啊，你看，警察，这出来了一圈，你看没？全都这玩意儿，你吓人不？哎呦我去，太吓人了啊！这院里这么多，这门口又来这么多衣柜了，啥意思？真他妈闹的上，这么多人呢？小姐姐们了啊，昨天晚上还在大连呢，今天就上我们沈阳来给我们做核酸了。给我们这些鱼宝贝啊，都不知道做了多少遍核酸了，今天又来了，辛苦了啊。这站在一起啊，挺壮观的。